做锅饺，这是餐厅在用的，有没有吃过？可以用气炸锅，当然用，先要用几个汤，用油的先热几个汤。啊，油卖用清蒸，半煎半煮安尼。来，两百块都完啊！啊，有粉干还有吗？没有粉干，不是。有，好嘞，我粉干没有，没吃到没有。好，来进啊！龙峰哥来了，来记者出三百块来，谁要吃羊肉鸡的？麦哥没羊肉鸡啊，你来的，然后讲鸡腿酥，我这鸡腿酥真正赞的了。这两包斤卖500，我不爱起价哦。而且你斤卖无遐少呀，但是无卖一包歹势，两包做要卖500，来300了。鸡腿酥300块，两包一起买才有这个价钱哦。来，鸡腿酥300块，来，小姐要来，真的好吃对不对？你搬价没有？五啦，我们搬价没有。我们什么？来300块来。就是。龙华，不好意思。我今天两包做要卖，这手续我搞还入贵啊，基本上都搞一包卖啊。真健康的物件，鸡巴的物件，起价起价呢啊。我会当拼量，我袂当敢卖。两包一起卖，厂商不会讲话。一包一包卖，我再卖你那么便宜，厂商会不给我。喂，想买两包啊？三包。最要紧的，给鸡腿酥没有了。右边，好 ，OK。哦、我以后要变酱油啊！你应该混了一来卖，安尼都免打吧？都免打吧？对。各位，另外八十。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杯桃，北妹。没有、啊。来，你看万能猪脚只有4只哦，不要介绍了好不好？也不用再问了，一只650，你猜，你去店面吃，一个就是小贝拉哦，做大鸡。没拿过，没拿过，没吃过，连啥我都没来，三百四的给你，300块换男主角，三百红修改啊，谢谢。来，加两斤啊，加两斤。怕你老实。再加两斤。都没删啊，怕你老实。来，给你换男主角300块。哎，刚才我是开玩笑的，不要介意哈。嗨，三百过来，他可是就是要这样子的哦，不要怀疑我。来，给你上。我靠，你那想嘞？你卡自己三百，你做啥呀？托卡饿的呢？来，披萨200，过来，披萨200块，赶快，三个客人而已，有没有喽？来5片，来6片，来7片给你了。好香气炸锅，很好吃。被砍死耶！别出去餐厅嘞。来，200过来，谢谢，谢谢各位来。披萨200，还有人需要吗？有了哈，好，谢谢。你怎么这条看？哎，给你这把算毛我啦！你也太后知后觉了。来，要上排骨啦，来，超级好吃的哦。我昨吼无小心遇到人的介绍啊，要是我刚知影讲这个物件遐贵，我拢袂恁收收伊啦。加热卖你而已，哦，一包就180-189了，加热而已哦，一公斤的哦，来，我要加200块嘞。两包就要卖400哦，无400来300、360、350拢免来200了。两包给你吃，来要上排骨，加热就拢了，你看起拢了，200块的，你可能刚刚肉还快哦，哎，肉猪汤在吊炖排骨煮了，你干啥？阴暗吹，你起来吹，0.几度看有法度呢？看过你来温州附近，好了算了。来啦，一个鱼的肉串啊，你看袂热啊？来，土瓜鱿鱼春江，最后的土瓜鱿鱼200块嘞，这两三四个人给你，来200块嘞，来200，来这几个，帅哥你记准开来，对，爱给面看，爱看进度啊，来200块嘞，最后一个人，土瓜鱿鱼没有了，小马鸡腿还有，小马鸡腿，来200，有。加3公斤呢，卖200块俾你看啊！炒芹菜、炒饭、炒面、煮海鲜锅，来拢我哩200块，要几多部啊？豆花油哩，切块切块啊！来，谁要麻油粉干的？谁？来200块，两个人给你麻油粉干，两个客人而已，赶快来200块。粉干粉干地瓜。安尼200啦，安400嘛袂哩200啦，较紧个啦，加热就好可以了啦，不用很快煮啦吼。来200块嘞，还有粉干，最后两餐人给你。来200块没？有粉干，还有人没有买单的？等我啊，等我收来啊。来，这两餐三个人给起价，这四人不食要地瓜来，700块得。有，真正不食要地瓜来，700块来，我请人起价啦。
啊，最后一个娘，地瓜买一百块来，一百块来，地瓜来一百块，粉干最后一位一百块。加热就好了，等于让你媳妇做回来。哎，你们家里要煮个大来，黄色来，黄麻油粉干一百块，弄我啊，八百九百多点。哎，意大利没有了。是上面人，我们吃面头的，这里来。喂，姐姐。注意，意大利面没有了。黄麻椒的。去我家太远，黄麻椒的嘛，这边头黄麻椒，我亲不亲？叫你黄麻椒在我哥，所以我不会跑到屋里啊。机会，等你开家喝，差不多三百通通。今天好姐来我爸过来全部四个客人吃掉了来我爸都来休息给你刚给我凤螺凤螺有有还有来我爸过来头来求桃姐妹来没桃与我爸我还有包啊大架北北哦是睡架北北哦来我爸过来来新梅姐妹头北北桃，我爸，我来卖假北桃嘛，有热狗，等一下我卖。热狗啊！可以，阿我爸摸啊。小姐，这两杯等命我爸呢？你别阿讲小姐，阿无只杯我爸。咱准备小姐无？我做兵你，我来人我爱讲道理。有，你阿讲两杯小姐，我有两只杯你，阿我阿我爸，有，阿我阿爸。来啦，北桃把握出来，你一边刀剑包里头对。要表你呢？三节烧，有一个唔捌字的兄哥讲三节烧，我咧三节棍呢，兄哥。阿虎啊，唔捌字可以做学霸，够厉害。不用无，真正厉害，已经作弊作厉害。伊讲三节烧，伊听我的话，阿讲三节烧，你即摆是笑我台湾可以。你最厉害，你怎么用三节棍啊？你好打你下波出来看嘛！哇，我跟你回四天，我靠，不是叫做来，我吃面头来五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零，真正水的，先多一点。这三杯500块，你也买得到，我跟你双收啊！哦，七个客人而已，清蒸红烧糖醋化肥的出来啊、哦！来300块，来几来几。小姐，我俾你，哎呀，我好厉害呀！别查了，别沙发了，啊，我不是会单纯的，我有哎呀怪呀！哎，别查了，沙发了，哎呀，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我一片的真心，我对你拢是一片的真心，你竟然跟我欺骗来，沙发过来，竟然又来要干啥？你又搞俩哎呀，你无俩哎呀，我来要跟你争眼骨了我。来，今天要炒三包都没了，谢谢感谢老板。清蒸、红烧、煎都可以，煮汤也可以。要怎么煮的？其实马头鱼哈、哦，红烧最好吃啊。要怎么煮？啊，干煎哦，你要那个沾一下粉，因为它的肉很嫩，真的很嫩。哦，你那边煎不拍摄，打破几下锅的。有。上面人破坏公务吧。得力娘，对，在冲煞。来，要吃椒麻鸡腿，多少三公斤？三椒麻鸡腿能包包给我来，大鸡啊！来一份。哎、欸，这一鸡真正本钱，要一百块呢，两鸡哦。你所谓椒麻鸡腿，就是伊的咸。你若未吃遐，要拜托你问后面。真正足香足咸的，来三鸡200。不可能不小安尼啊！来，今天哥上你来200块来一个人啊！1、2、3、4给你来，椒麻大鸡腿来200块，200块有人要吃鸡腿，大鸡腿好不好？啊，都有了哈、哦，谢谢。再一个你啊，这几只嘛，你看都在点啊，加油啊！哦，来，加油！来，今天来椒麻鸡腿过来没有？来200喽。哦，有啊哈，好，谢谢。玉米棍啊，蚵仔鱿鱼啊。我来玉米棍，蚵仔鱿鱼。我单点下好不？好。看你话困哩，你等下换你杯啊。来玉米棍700块来给你。哎，还有鲑鱼。5秒，4秒，3秒，2秒，1秒。我上面虾饼，天天虾饼哦。龙虎哥啦。龙鱼爷来挑竿坑上尾，不要你卖招的对。我炸了怀疑啊！这边几人？哎，阿爸这边玉米罐几个啊？几人啊？几人？我得收几人啊？村里没咩啊？不开钱，不敢收钱啊？
红红玉米罐，两瓶114，一罐五七块，三罐拢四罐拢哩，卖两个多，来五罐拢哩。这边边，哦，放在面上卡，要吃啊，拍开吃完多，我袂想少盐，蛮好冰块，好谢谢。来，田园虾饼不用买200，来鱿鱼来扣啊鱿鱼，这个都给他卖一卖哈。来，不讲田园虾饼200块，600块，一个人拿18片，18片就是240了，食品展楼那边100块完了，不用买200了，来100块田园虾饼，100块来。田园虾饼，这是欧仁饼，这是田园虾饼哦，它的名字叫田园虾饼，卖欧北港的。来，给你虾饼100块，大哥你要吗？来，田园虾饼100块来，用煎的，用煮的，还是快炒龙虾酱？哎，我那个炒年糕嘛，用煎的，来不来做一炒？哦，真正好吃。是啊，我不叫你买，我是跟你讲，我乱乱煮啊，真正好吃。来，100块来，田园虾饼几个买？8个。来，一个人18片，赶快。这边还有一包。来，有8个买哦。来，要吃科花鱿鱼，来开300，来200块完。200块来科花鱿鱼，一碗咖啡杯，好不好？来200块来，格外鱿鱼200块。其实都是要放一下，然后。来200块。我底下是多少？8个呀。喂。8个啦。我刚才讲高峰哥做位股都未安尼好，你拢上市哦，来要买200了。大家追我。哇。哦，足行嘞，看。哦，够行嘞，看。可能是小刀啊。哦，来200块多。阿姨剁着巴肚啊，阿姨剁着目睭安呐。嗯，来200块多，来三个人加买多啦哈。可爱鱿鱼200块。最后一位喽，可爱鱿鱼200块。规盘拢给你啊，来最后一位，来200。来挂车拢给你，赶快200块来，最后一个人加多。来可爱鱿鱼200块，有啊，拢有买来啊。你啥物搞买买啦？这200块最俗的。好了吼，好来多利鱼200块，多利鱼200块，剩5包了，好啊，这样买一包，多吃不不不贵啊。今天起价啊，我讲五个人给予恁试一下，看哪样予恁买买去，来100块完，100块来，多利买100都。可以有人点哦。来，帅哥来，100块，最后4个客人没有了，来多利100块。100块，不用给多钱哦，来多利100，来多利鱼100，来大哥来赶快，来100块，今天剩3包了，多利鱼没有了。给买一包，我无爱白，这无货，看无货就无货啊！而且无跟我上来，100块来，等个两几包，1包就好。好，谢谢。来，多利鱼100，二三包买的多利鱼，拢有买着吼。来，鱿鱼这摆全好，我随家买来。阿妹呀，鲑鱼。来，鲑鱼先好。来，鲑鱼刚才没有买到吼，因为我买了，你阿妹来，所以按个头先的来，鲑鱼抓着无？有水无高无？来两碟卖400，来500块来，3碟给你来，4碟给你来，最后一箱了、哦。来这一片再带回家，来5片给你，真的很多很大片。来500块，经过我家小尾鲑鱼哦。来500来3碟来4碟来7碟给我一来鲑鱼，来500块来鲑鱼来最后一位喽。来鲑鱼500块，今年客户人不方便买鲑鱼500块，来3片4片来4片也给你了。来500，安尼拢买2片鲑鱼。我爸五岁3两，来谢谢。来，鱿鱼你别选2箱拢我了。海鲜披萨一个人给你200块，不一样的口味哦，只有一位哦，来200块。以前不是较贵呢，一个大碟哦，不是小碟哦，来200，就前面的海鲜披萨，来200块，来200。不啊，春节呢，来200。来中包来200块，几碟面呢？海鲜披萨，气炸锅用烤箱都很好吃，200块。不过得改价，我今天我这无会啊，我不过我小白脸啊，海鲜披萨来，鱿鱼礼拜选来，哦，这古里人给偷家，今年终于出现了，终于出现了，鱿鱼螺肉串，可是价钱涨好高哦，恐恐恐怖。这酒家菜啊，这个啊请师傅去煮会出来酒家菜啊，这个口味真正赞的。好啦，2包做一杯哈，还剩1包无咩？一包即马爱卖200块，我开了啦，来五个人加多。五个客人，爱吃鱿鱼礼拜串的，免500，2包摕400，来300块完咯，鱿鱼礼拜串来300块。
这好东西的，我有便宜的。这样给两包，来你啊我。好，我就收啦，真正爱收啦，来两包过来。两包。有两包算。来一个，我给爸爸。一包两包，两包没两包，狂个命呀！赶紧啊，别忘记了。来，给我一两包，转来两包好了。这是名菜，一包200，两包也卖你200，还在睡觉。来，给我一两包，转两包好了。这么可能俗啊？这我白话呢，白话呢。两包好了。哦，小姐，早哈，阿姨。我两个拢无钱啊，找钱袂使催我。小姐，你找我啦。你的单脚，因为你大帅，你搞来给退来。过来。来，三百几条。来，两百块给你啊，不劳不客气啊。今天啊，我袂当一包卖啊，这边你袂想想来，阿姨两包我来给。叫你买上来两包。等我稍等。没祈祷啊。你别加麻烦。挂你啦，你别加的加，不别加的，安尼吃得来能办了。喂，赶紧查。准备点哈，因为你要传。这好东西呢。来，上面等下叶干呢。先下去鱼看啊，我过来。站呢，那我比较少。来，原味鸡腿来三人给能办过完的。200块来，三个客人而已。来，原味鸡腿排能包过来。好，来原鸡腿排最后一个。好啊，三个鸟。好啊，一个一个几碟？三个，你讲几碟？我准你两碟。哎呀，三个鸟了。换别的鸡腿排好吗？等下我给我把奖金你摆出来，给他给你摆中奖倍奖，你等我。哎，还有别的鸡腿？来三个了。去买三个原味鸡腿排，来黄鱼叶干来，这三天行情价都一样哦。黄鱼啊，不是妓女的，妓女的要再等货了哦。来，黄鱼哥比妓女哥贵些呀。阿伯行情价一样，我买多少啊？4家，1000块，我帮你整整嘞，太公用他那个高米高价，免1000，免800，来500块来。黄鱼叶干500块，先别结了。真的好吃，我不骗你。但是黄鱼叶干本来就比较贵了，还是你求情啊？来，我爸过来。四家五八，你真正买得到黄鱼叶干哦？我刚刚3家5八买你都受伤嘞，啊四家嘞，我叫你嘞，时间无差嘞。四家够你啊？对，来一只不到100块，要买嘞，多少买吼？来，我爸过来，黄鱼叶干。天呐、啊，这种好东西竟然卖那么便宜！花一折，别玩，就是耍。来，我爸过来，你也看，500块了，3杯来，7杯，来我，来7杯过你，来我爸，最后一节了，黄鱼也看，哇，都没了啊！谢谢感谢老的。来，哦，阿布来，阿边上，棒棒腿，阿大讲边上，鱼两，阿迄大哥无买就给你买，加 cash 嘛，我系三折三。阿虎啊，恭喜三姐嫂，阿姐出来很气啊。那这个是什么？咸元虾饼好了。来，咸元虾饼再点。再点饱。咸元虾饼。11:30哦。好，11:30好 ，OK。来，咸元虾饼来。好变啊！来，咸虾饼来，宝哥。宝哥，谢谢，来，来吃果粉鸡腿来。鸡软骨哦，鸡软骨跟果粉鸡腿，我没完了，没完了。这飞机也给对哦，来一支40，5斤200，来叫前辈来。果粉蜜汁鸡腿，果粉蜜汁鸡腿就来。200块先叫前辈来，果粉蜜汁鸡腿来200块。来两包，有人要吃果粉蜜汁鸡腿无？来，我叫你来两包咯。姐姐，我大个汤圆啊。姐姐哦、喔，来六叫你两包，来七叫你两包，来八叫你两包，七下话九叫你两包，十叫你有哪两包，再叫你
两百，十二斤，赶快两百，十二斤，给你嚼一声，来两百都，快到进来。两百块起下，五斤两百变十二斤，两百块起收钱来，两百块来六斤，来八斤，来十斤，来十二斤都可以啦，把斤来卖卖完得了，来两百块得了。哎，保护人玩路啦，免啦，起起来卖卖，让人家欢喜些啦，玩路啊啦，来两百块尔啦，来够几下无看到，来八斤，来十斤，来十二斤啦，嚼爽啊，嚼爽啊。来啦，薄粉蜜汁鸡腿来见，来两百多，有点小少的，跟大家看。来八斤，来十斤，来这两斤够你来两百，够钱不关留下。来蜜汁薄粉鸡腿，拢准备了啊，两百，一五五，是爱个小块啊。来今天上面装包来三百，拢我哩。我知。你在做好吗？家家无赚钱啦，无空调着啦。三百再三百，这拢你搞好哩，都无问。拢好哩啊！你讲你啊，我大概啊，分拢好开无，拢好这啊。哎，等于对，做只鱼啊，对身体做好。我会分到旁边的老开，我等下等下要来做鱼啊，要来红烧，来搞我落开来。不今天你看，大老妹，哎，这这个粉真的很香哎。来三节烧鸡腿段，你无买就给你买啦。你话这是烤味，袂香，这是日本的烤味哦，咱台湾无咧做这种烤味哦。这是我捌食过，特别叫秋香吼特制。三节烧，三节三，三节节，三节烧诶烧，三节烧诶烧，三节三，安尼吼。所以阿虎啊，较会黑白斗鱼啊。这三节做的就对啊。嘿，三节。嘿，含三妈有啥物关系？含三无啥物关系。甲查拉嘛无关系。他的三节就是三节啦，好像。做螃蟹吃螃蟹嘛，海蟹都蟹啦，对啦，也是这个有读册较厉害啦。哎，真吃螃蟹来。啊，唔免平啊！你买着，你食着，你就来啊！来两百块钱，小姐妹来，三节烧鸡腿，一只没有骨的哦，一只用烤的，55块，60在卖。来，你要借两百块来多来，来两支来，三支有你，来四支五支有你，六支七支八支有你，九支有你，来十支有你来，两百了，三节烧鸡腿来，真的很香哦。来200块，最后四个客人了。喂，加个钱。直接给他涨价，三节烧。来两百块，你不乖呢，不受我的控制。来两百块得，十只，一人十只。三节哦，好香哦，我把刀腰啊，皮节都腰开。哎，再捞钱，再煎两个。来两百块，不喜欢吃鬼，我看下面，真正胖的。来，这下你有买无啊？这无买你会买，我不爱买。不叫买啊！三节烧啊！来，最后一个了。这个下午有没有？有。